拔半小时，我已经要把乌龟要拔干净。 这个物件要咱们食的，以前也晓得。 我觉得一般的日本料理都会把它去掉，可是我不要去，因为那个是鳗鱼最营养的胶原蛋白。哎，唔怕你人会家己生气，人我迄想绝对袂使去钓，啥物？迄食较有活力。哎呀，你来，你来食，这现捞啊，炸鱼都做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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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哦，这个是正统的那个，它是叫秋钢的，哇，有看到吗？手工啊，哇。一般大概就是白烧要给他们80。
点的，不能偷笑，真的。是用手工打制的，鳗鱼的刺就主要在这边试排。